当芭蕾舞团，我觉得非常专业，本身那个基本功就特别的有吸引力，故事演都特别生动啊，琼花她的内心啊、情感啊都能够演得特别的淋漓尽致，感觉还是很好的，非常期待下一次的演出。小的时候经常看嘛，一说这儿有红色娘子军，哎呦，赶快跑过来了。最经典就是曲子呀，音乐一起，哎呦，还真是挺激动的。布景啊，舞蹈啊，音乐啊，非常的美啊，非常喜欢。尤其咱们的第二幕、第四幕啊，色彩也特别鲜艳，节奏也特别欢快啊，舞蹈跳的都非常飘逸，真的非常好。